哎呦，各位，没有错，今天小伟呢又来到我们帅气的副歌这边，就是位于新庄的野马改装排气管这里。那这边呢，其实不止改装排气管，其实大大小小的维修啊，跟一些重机的买卖，然后还有其实店里有店内也是有那个排气管的一些提供哦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直接过来找富哥聊一下就知道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小伟来干嘛？今天小伟就是来改装排气管哦。前一阵子小伟跟朋友买了一只蝎子管哦，原厂的便当盒，那会让车子本身的温度都处在非常高的一个状态下，所以小伟就决定换了一个中段加尾段，然后再为了避免过于大声，那当然是要上一个阀门，那就跟着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吧。排气管呢已经装好了哦，哇哦，超帅的！我记得好像有人跟我讲过，说我们 R1 啊，就是标配蝎管。那刚刚大家其实可以听到声音呢，其实跟也不是说比想象中小，可是没有到那么炸。回油的时候的那个回油声会比较大一点点。那在其他在声音的方面呢，其实没有差太多的哦。不过当然呢，小伟还是会去装个阀门，让自己在市区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大声。那最后呢，也再次感谢我们新庄野马排气金厂的。那最后呢，也再次感谢我们野马排气管的副歌哦。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声浪啊、排气管等等的需求呢，就来找我们的副歌准没有错哦。北部就他最屌啦，副歌说第一的没人敢说第一，有没有？嘿嘿，好啦，真的非常开心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蝎子管上身。然后今天呢，没想到哦，后脚踏也拆了。对啦，小伟就是没有打算要载人的，小 J 他自己有冷事，不是。也不是说不载小 J 哦，因为小 J 根本就不想坐 R1 好不好？他根本就不想被载，所以干脆就拆掉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看起来是蛮帅的啦。哦，好啦，今天就真的很开心，可以来改排气管，又拆了后脚踏。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改装介绍，然后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小伟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